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江哥啊。这个呢是刚刚从那个香港过来的强哥。强哥，你在香港坐了几耐车到这里啊？到这里大约坐巴士六个钟。六个钟。坐巴士六个钟，然后坐高铁呢？只是坐巴士，落廣州，落廣州再坐巴士六個鐘嚟到。意思就係你喺香港坐巴士就到，唔係坐高鐵到廣州。坐高鐵到廣州要六個鐘，咁遠啊？唔係啊，響深圳坐高鐵。一個鐘啊，到廣州啦。再坐六個鐘嚟到呢度啦。嚟到玉林。玉林，然後咧再坐嗰個的士，坐到桂平。係。要幾錢咧？坐到桂平。$250。$250，咁貴啊？有冇做核酸嘅？呢個核酸有冇睇下？有。香港邊度嘅？香港。九龍城係嘛？香港深水埗那邊。深水埗，真係有核酸嘅，冇核酸唔得周至走噶嘛。你有冇中過標啊？之前咧？冇，都唔中過標。係。喂，呢啲全部都係英文嚟噶喎。嗰啲繁體字噶喎。七月陰性，一月七日8:40。記得。有核酸證明。这个强哥呢真是犀利，因为从来不来过的话呢都懂得来到我们基地话。哎呀，真是高手啊。今朝走呢一走，我听到我的阿忠呢在这里叮叮风隆叮叮风隆，然后呢我就穿条短裤出来。我看见，哎呦，原来强哥来到这里了。哎呀，发信息俾小凤咧，好多天啦都唔见嗰、那个都唔见到啦。今日咧，我终于嚟到我哋嘅现场。喂，唔带女朋友过嚟啊？冇女朋友啊？咁嘅？你咁你老婆咧？老婆又冇啊？又未娶。咁嘅之前有冇娶过啊？冇。都唔娶过。做咩你唔要老婆啊？嗰边？好烦啊，有女人。之前有是吧？有个口烦。因为呢各方面原因啦，是吧？不过现在就好啊，个人我喜欢去哪里去哪里啦。是啊。一个人吃饱全家饱啊，冇事啊，是吧？这个都不是几问题的。不过到时候我们帮你找一只啦，有啱嘅。啱嘅。好嘅。嫁個都得嘅呀，你係七四年係嘛？啱啱我睇到你嗰、那個，74/2014，50歲咯噃，差唔多，40幾啦喎呀，48，都可以啊，你個香港嗰邊有冇房嘅？租嘅咋？租嘅，咁你人間係邊度嘅？咩啊？你人係香港嗰邊嗎？啊，你香港嗰邊你一直都冇房啊？租房咁你香港居民都冇有房嘅？冇啊，要买层房过千万，点有钱买？过千万啊？咁贵噶？哇，我犀利啊，真系！你嗰边喺嗰边咧有几多钱一个月啊？工资啊？10,000蚊。咁高啊？一年10多萬喎。犀利！咁喺嗰邊咧，咁嗰個食飯各方面咧都係好貴噶喎。係啊。剃個頭幾錢啊？剃個頭$700。咁貴啊？啊。我哋嗰邊剃個頭15蚊啫噃。啊。70蚊剃個頭。好，拜拜，就傾到呢度啊。強哥唔好意思啊，真係。